徒手开出来了，哇，乖乖，看看海螺多肥，这后边是黄啊，嗯，这个黄的话特别香。其实的话，说到底啊，那就是它的籽，它抛籽了，那它就不肥了，它就没有多少黄了。然后刚刚摘的是苦胆。苦胆旁边是腮啊，腮把它摘掉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这肝，把它挤个小口啊，把它挤出来啊，肝吃多了啊，寒性比较大啊，剩下的大螺头肉，蘸着汤啊，大口搂它，绝对香，嗯，这吃起来。肉脆脆的，然后的话也还是比较嫩啊，嗯。